When he hears that fire alarm,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. If you still give him a shout, he'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. So move aside, make way.这次钓鱼不怎么样啊，山姆，什么都没钓到。别这么说，查理，至少海面很平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看起来平静，但是你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麻烦。唉，说起麻烦，莎拉是女孩怎么了？女孩就不能当船长吗？海盗船长有胡须，莎拉有吗？那你有吗？将来会有。怎么了，孩子们？我们在玩海盗游戏。我是诺曼船长，轮到我当船长了。我和查理小的时候经常在海滩边的岩洞里玩海盗游戏。是啊，我们俩都是船长。都是船长。而且我们总是会吃海盗野餐。啊，我要吃海盗野餐。我们能吃海盗野餐吗，爸爸？当然了，莎拉船长。嘟嘟嘟嘟嘟，左擦擦，右擦擦。哦，别在这儿！对不起，站。站长，快走开！去去去去去！我想他喜欢你，站长。不能让猫总待在消防站里。说起来，你该带雷达去散步了吧，艾尔维斯？我马上就去，站长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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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诺曼船长的山洞。哇哦！啊，这里是莎拉船长的老巢。听好了，男孩更适合当船长，而我就是男孩，明白吗？我就不这么认为。快过来帮我一把，看妈妈给我们做了什么。哦耶！哇哦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三明治。走吧，詹姆斯，让这些小丫头们在这玩沙子吧。我们要起航去掠夺财宝了，让他们瞧瞧谁才是平安镇最棒的海盗。不送啊。那海盗野餐怎么办呀？交给我吧，伙计。哦，我的美餐，哈哈，很好。别盯着我的三明治了。哦，就在那儿。哦，而且没人看守。嘿嘿嘿，我就说男孩更适合当海盗嘛。把吃的都拿走，詹姆斯。呀，好沉呐。咱们把它拽到船上。主意不错，曼蒂。是啊，当他们打开野餐篮的时候，肯定会大吃一惊的，莎拉船长。你确定咱们可以单独出海吗，船长？当然，海面多平静啊，女孩们肯定不会追来的，海盗就是这么做事的。哎呀，可是我已经累坏了。我也是，所以我要睡一个海盗午觉。回家去。好，走走。你好，站长，交了个新朋友。不是，一个不速之客。他觉得他是一只消防猫，山姆。好了，小狮子，我带你回家吧。不，小狮子，雷达不会伤害你的。哦，天哪。干得好，艾尔维斯。我马上让他出来，站长。
来这儿，小猫，咪咪咪咪咪。咱们需要用一些食物把它引诱出来，站长。好主意，沙漠。是啊，带腥味的。说的对，但我还没去采购呢，冰箱已经空了。你那儿有带腥味的食物吗，站长？有啊，我有金枪鱼三明治。该吃野餐了。石头，妈妈，快醒醒！什么？怪不得这个篮子这么沉，那些狡猾的女孩在里面放石头了。先别管野餐了，咱们在哪儿啊？肯定是咱们睡觉的时候船飘到这儿的。咱们该怎么办呢？男孩比女孩更适合当海盗。切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发现那些石头了，沙拉船长。是啊，但整个海湾都没有他们的影子，他们肯定已经出海了。你们好，小海盗们，海上有船吗？没有，爸爸，有麻烦了。詹姆斯和诺曼乘着小船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大海看上去很平静，但一不小心就会被水流冲走。我去通知消防员山姆。好样的，小狮子。永别了，三明治。詹姆斯和诺玛在海上失踪了。两个男孩在海上失踪了，这回该海王星号出动了。也许应该叫汤姆开直升机出动。站长，我去通知他。沙漠，你也一起来吧，小狮子。布朗温肯定还不知道你去哪儿呢。我是船长，我说划桨返回岸边。可是咱们连哪边是岸都不知道，也许咱们会越划越远呢。我希望他们没事。如果他们在海上，山姆会找到他们的。我们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，詹姆斯？冷静点，诺曼，肯定会有人来救咱们的。但是海面这么大，这就像在草堆里面找根针呢。我们这儿。好消息，山姆，我找到他们了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这儿的。我们现在就赶过去。谢谢你，汤姆。通话完毕。对不起，山姆，我们睡着了。这就是大海的麻烦，你永远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但你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在没有大人陪伴下自己划船出海。但我们在玩海盗游戏。咱们还是先回岸上吧。谢天谢地，你没事了。你还认为只有男孩才能当海盗吗，诺曼？不，莎拉。不什么？我错了，莎拉船长。哦，布朗温，我找到了小狮子，他现在认为自己是消防猫了。他肯定给你们捣乱了吧？简而言之，他别再总是待在消防站就好了。好腥啊！